师傅，找你们打听个人，你们工地上有没有一个叫杨树根的人？不知道。我们也是刚来，你去问问别人吧，好吧？来问问。师傅，你们找人嘞？对啊，我们找人。找谁呀？杨树根。有啊，那么找大农啥嘞？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在网上见到了他找老婆的寻人启事，我们呀通风报信儿嘞。啊，怎么说？那么知道树根他媳妇在哪儿嘞？对呀，不过现在我们可不能说，我们得见到杨树根本人以后我们才能说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树根啊以前跟我是个组嘞，昨天已经调到别的工地干活去了。不对啊，刚才还有人告诉我们这树根他就在这个工地上干活嘞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您忙，谢谢啊。能慢走。明白，嗯。哦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嘞，嗯。哎，师傅，咋又是你嘞？俺可以带你们去见树根儿。真嘞，但有个条件，俺要知道树根他媳妇到底啥地方。这个具体点的地方吧。我们现在不能讲啊，俺就想知道大方向就中。大方向啊，哎，成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树根他老婆在南边。南边？这说的稍微具体一点吧，在福建。你是不知道啊，那都差点给卖到东南亚去了。那师傅，恁俩在这儿等着啊。俺给你叫树根去。你看我被打了吧？嗯，这没啥奖励，没奖励我也就不要了。哥，你把医药费先给我报。那工商局不给你两千块钱吗？那两千块钱就是你看病用的。你说啥？这话听得这么难听？我怎么？啥叫被打以后看病用的？嗯，你给我报报医药费，你给我报了报。要不是我真说你狼心狗肺，你现在心可坏了。你可行了，我都烦死你了，报什么医药费？公款嘛，你什么公款呢？哎，树根，不好了，有俩外地人要诈骗恁哥嘞！啊，走，看看他。那俩外地人肯定是在寻人网上看见树根发的那个寻人启事，才来骗树根的。不一定，说不定真知道我嫂子下落了。那不可能，我老黑心里清楚啊。老黑知道我，老黑知道骗子，老黑看骗子那火眼金睛。快点，快点，对。哎，伙弟，我说这咋还不来呢？咱不会露馅儿吧？不会，没有人能想到咱们这个发财的门路。倒也是啊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我们啊，想朝你打听个人儿。你们工地上是不是有个人叫杨树根儿？找我啊？你就是杨树根儿啊？嗯嗯嗯。哎，我不认识你们呢。啊，我们在那个寻人网上看见你那个寻人启事，啊，来给你报信儿。啥？哦，对，哎，你看，这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谢谢。那啥，你们知道？我婆姨的下落呀，当然知道了。你在那个寻人网上的留言说是给那个提供线索的，有酬谢吗？啊，是，只要能够帮我找到我婆姨啊，我一定会酬谢你们的啊。你要是肯给我们10000块钱，我们马上就告诉你你老婆的下落。要10000块钱呢？怎么着，你老婆不止10000块钱？
哎，这，可是我真的掏不出10000块钱呢。你们看是不是能够啊？我看你呀、也是个瞎苦人，一时半会儿嘞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先给我们1000块钱，我们给你听你老婆的录音，你要是听了，要是真嘞，咱们再谈后面的事儿，你看咋样嘞？啊，行，那就这样说定了啊。那个，一会儿你们跟我一块儿到银行取钱去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行，那你看，走吧，让你们受累了啊。那行，那走。哥，你就是太老实了。人家管你要钱，你就给。当时他们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我急着想听到你嫂子的声音。所以我就放松了警惕。你啥放松警惕呀？你压根儿就没警惕。这1000块钱白白打水漂了。来，把这钱拿来。快！又有两个甘肃人找舒润哥来。又来骗子了。没事，我去处理。赶紧喊几个人。舒润哥，跟我走。你干啥呀？叫人干啥？啊？把钱拿来。我过去看一下。抓住！树根不是一直在找他的婆姨吗？一直都在找，可他那个小舅子说什么都不信，偏说他姐没了跟树根有关系，让树根教人。现在根本没法沟通，只要一说这事儿就吵，一说这事儿就吵。那你今天来找我的意思是？是这样，你看你是女人又是老师，我觉得你说什么他们兴许会听。没问题啊，那我就去试试。这个树根啊，我真不是说他，我当初就劝过他，我说婚姻这东西开不得半点玩笑，那穷沟沟里一点文化都没有的人咱千万不能找，可他就是不听。你说这人人都像你这样知书达理，那该多好啊。你又给我戴高帽子。没有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秋燕，你要是能嫁给我，我敢保证你肯定是我们冷水村第一尊老爱幼的好婆姨。淑玲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为了关闭学校的事情，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上，我觉得心里特别难过，特别无助。你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告诉我，我是一个坚强的女孩，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觉得心里温暖极了，现在想起来，都会觉得特别幸福。其实我挺喜欢你的。那你就嫁给我。你忙着继续做好朋友。为什么？陆云腾的事情还没有最后了结呢。那你这样做对我不公平啊，为什么我的幸福要寄托在陆云腾身上？只要跟他的感情没有最后了结，我是不会跟任何人谈情说爱的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我明白，你只要知道我的心就行了。哎，热闹的
热闹了。树根的小舅子来要他姐，你花钱买了树根的婆姨，现在当你的婆姨，这一个女人害得三个家都不得安宁，热闹。嫩嫩说，这该咋办嘛？你说咋办？嫩嫩看，秋美已经给俺生了双胞胎二次，她是不可能跟树根回家，更不可能跟俺回老家的。你的婆姨太悲惨了，树根对俺太好了，跟亲兄弟，可俺却隐藏了这么大件事儿。俺不是人，俺对不起树根啊！我干啥你？俺真的不知道这事儿咋办才好嘛？什么咋办？这事情已经成为事实了，疼死俺了。我跟你说这是咋办啊？眼下你什么都别想，就想着这俩娃。你记好了，娃好，咋样都好。那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就是这，把这件事藏下去，啊，能藏多久藏多久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肯定不行，这对树根太残忍了。你还不残忍啊？你睡的啥？你睡的是你最好兄弟的婆姨，你的好兄弟的心现在正在流血。你咋？让你婆姨回去把娃扔下？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没有婆姨，娃不能没有娘。能看这样行不行？俺让九妹把俩儿都带走。让树根给你养俩娃，你想得美！那你说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跟，哎，你气也没用啊！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眼下就是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事儿，把两个娃给我弄好了，然后把这件事藏下去啊，能藏多久藏多久。也许能这样。不是，他小舅子咋办呀？哎，你说咋办？俺也不知道，俺也不知道。我就知道热闹。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女娃，当初杨树根跟我们家保证说要让我姐过上舒坦日子，可是结婚没几天我姐就不见了，就这她还不告诉我们。要不是我们家邻居在寻人网上看见我姐照片，现在我们还蒙在鼓里。我知道你们心里很着急，其实树根哥为了找你姐走南闯北的也受了不少苦。我倒是觉得呀，你们现在应该拧成一股绳，应该想办法把人找到才是。我们知道树根是个老实人，可他那个弟弟不是个东西，说起话让人不中听。你是说树林吧？哎呀，他那个人就那样，其实没什么坏心眼。我替他向你们赔不是了，我向你们保证，如果找到你姐姐，我会马上给你送过去。这样，一会儿我把手机号码留给你们，咱们可以随时联系。你们这次来东海找姐姐也挺不容易的，你们往返的路费我出了。你是树根什么人？不是什么人，大家是老乡。我是觉得大家出门在外碰上点难事儿挺不容易的，应该互相帮衬嘛。你这么通情达理，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教委的文件多了，你到底要哪个啊？哎呀，我要最近那个。啥东西啊？这啥东西啊？画。啥好画？让我拿回去挂起来。《谚语满聆听》，
这又是树林又是燕子，啥意思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燕子落在树林里，是这意思吧？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！你们干啥呢？找教委的文件。教委的文件不是都复印给你送过去了吗？我要最新的。没有什么最新的文件，你俩聊，我去做饭。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说。你看啊，现在大家都看到办民工子弟学校能挣大钱，纷纷开办。我估计过不了多久，东海的民工子弟学校就会饱和，指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在这种恶劣的竞争中被淘汰。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。那就好。我们目前的分校已经开到了8所。现在有人出高价要买，好啊！我也正有整合分校的意思，我决定保留2所学校，集中所有的物力跟财力，努力办好这2所，这样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不这样认为，我觉得你应该立刻卖掉所有的分校，转投其他的事情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卖掉学校做别的？嗯，我从来没想过。你现在必须得想，你必须得想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到时候你想卖都卖不掉。好，就算是卖掉分校，钱必须投在保留的2所学校上。我要办全东海最好的民工子弟学校。行行行行，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再说又要吵架了。好，那就说点别的吧。啊，我想买你一样东西。你啥意思？啥意思？落在树林里，你好浪漫啊！可是到我手上就是一幅春宫图。你干啥呀？让燕子在树里边死去。我的包。屁股，陈阿满还叫我哥呀！你不会看错吧？不会的。瞎叨叨什么呢？在这儿，赶快睡觉去。明天早点起啊，把门口的牌匾给擦一擦，脏成什么样了？快走吧，走吧。给我倒杯水。水呀，早都给你晾好了。来，哟，你这脸拉这么长啊？是不是秋燕不同意卖分校的事儿？他愿意转让，但是不同意全部转让，而且他要把转让学校挣来的钱投资给本校和另一所分校，说是要建立什么像公立学校那样的学校。你这，哎，要卖那几所分校，那大部分的钱可都是你投的呀。他要投资，你就让他投去。哎，你把那个你投资的本钱和挣的钱要回来不就行了？那不行，秋燕肯定会和我翻脸的。翻脸就翻脸了，你可别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啊。啥意思啊？是不是咱俩的一夜情之后？什么一夜情啊？我可是跟你来真的，你别给我耍花招啊。啥真的？跟你结婚呢。这才像样了。哎，嗯，你这次请我有什么事情啊？好，是这样的，我听说啊，教委要出台一些新的政策，要关停转一批没有办学手续和不合格的民工子弟学校。我是想问王科长，那个我们那些学校在不在里边？你的嗅觉很敏感啊。哎呀，我们学校那可是跟着教委的步伐，实实在在的走啊！嗯，
这次《官厅传》啊，跟你们本校没有关系啊，但是你那几个分校可都在名单之内啊，是吧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喝了，喝。你那意思是转了几所分校，再把钱投到这两所学校里来？嗯，我想在两所学校里面建塑胶跑道、电教室，还有组织最优秀的师资力量。总之啊，一切要向公立学校看齐。我想把蓝花花民工子弟学校办成民工子弟学校当中的师范学校。哎，好想法啊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。哎呀，也没啥帮助的，就是霍云腾的工作实在太难做了。嗯，哎，对了，最近方言找你了吗？你咋没头没脑的突然间问这个啊？哎呀，方言也忒小心眼了，跟我约法三章，限制咱俩单独在一起。呀，他不会是有误会吧？要不然我给他解释一下。不用，你去跟他解释啊，那只能越描越黑。哎呀，其实我觉得方言他应该自信，你们两个都是中国最繁华都市里面的城里人，我只不过是个乡下人，就算是你有情我有意，咱俩也不可能成夫妻。哎，这可不一定，说不定哪天我一激动把你给娶了，再回到你们米脂该栋美国西部式的木质别野啊，听着羊跳鸡鸣狗叫啊，我挑水你做饭，享受这田园风光，哎呀，浪漫极了。你就做白日梦吧。哎，有梦做不好吗？哎，说真的，你觉得你理想当中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？哎呀，你这还真把我难住了。我最憧憬的生活呀，是家里面有一个勤劳贤惠的老婆，外面再有一个风情万种的情儿，哎，最好能给我再配上一个像哥们儿一样什么话都能说的红颜知己。你可真够潇洒的啊。好的，小心台阶。哎，好的。哎呀，王科长，哎，下次一定要把嫂子孩子一块带过来，我请客啊。好的，那我就不送您了。好的啊，您慢走啊。再见啊。哎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弄清楚了，弄清楚了。现在趁着政府新的政策还没有出台，咱们把那个分校立即卖掉。好啊，你看咱们这食府经营这么长时间，也生意这么火，我觉得咱们应该赶快拿出资金开连锁店。我也是这个想法，但是不是开杂粮食府连锁店，而是我想利用啊郊区的那些天然植物，开一个3000平米的生态餐馆。哎呀，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！秋燕，我决定了要把这块地租下来，盖一座蓝花花餐饮生态园。这么大的投资，钱从哪儿来啊？哎，咱们杂粮师傅挣了一些钱，再贷点款，再加上卖掉所有的分校，这些资金啊不成问题。原来你今天叫我来这儿，还是在打卖分校的主意。秋燕，你也现实点吧，哪天政策一变，这些学校都成了国家的了。而且目前整顿啊，取缔的一些民工子弟学校，其中就有我们几家不合格的分校。我俩别在这个问题上再争来争去了。我同意转让分校，但转让的钱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想法的话，那我就把我那部分拿走好了。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。行，看来你早有打算啊！啊，我霍云腾不缺这份钱，我给你，你拿去。看来咱俩缘分已尽，就像别人说的一样，咱俩确实是两股道上跑的车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分道扬镳算。好。那我们就开诚布公吧，在今天之前，我是100%的忠于你。虽然订婚在农村是一种形式上的承诺，但是作为一个女人，该遵守的我都遵守。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
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之间的一切就彻底结束。 绝情了！姐夫，哎，你这次在北京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啥感受啊？哎呀，跟咱东海不一样，北京人大气，连出租司机都能把国际国内的这个形势啊分析得头头是道的，哎，不像咱东海人啊。 只知道买个彩票呀，倒个股票啥的。那当然了，人家北京啊是政治文化中心。嗯。哎，对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个东西看看。哎，行了，别显摆了你。啥呀？你等会儿看。看，奖牌呀。这是我这次在北京代表餐饮生态园参加厨艺比赛获得的亚军奖牌。现在呀，好几家这个星级酒店都高薪聘用我嘞。好事儿啊！你看看。 哎呦，啥好事儿？那啥好事儿能顶上老婆娃娃热炕头？哎呀，姐，你，哎，周燕，嗯，云腾咋还没来呢？我还没跟你们说呢。嗯，我跟霍云腾彻底分手了。啥？分手啊？嗯，哎，是不是那话呀？ 他说我们的缘分尽了，缘分尽了，缘分个屁！你看我跟你姐夫有个啥缘分？那不好的跟牛皮糖一样，扯都扯不开。行行行行，是不是这个陈阿曼在里边搅和呢？肯定就是那个陈阿曼，我一看那个呀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是不是盯上霍云腾的钱了？妈。 我小姨呀，是喜欢上电视台的周叔叔，我也喜欢周叔叔。高楼，你先说啥呢？姐妹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咱和那周天一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。我没有。妈，你和我爸是一个层次的人吗？别瞎说。你看，你爸是葫芦，我是瓢，你说我俩是不是一个层次的人？ 行了，别再喝了，喝点水。不喝，我不喝。哎，我是打工仔里的人间角，你说是不是？ 是啊，人家都叫我大公皇帝。你说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秋叶她凭啥成天给我脸色看啊？就因为她漂亮，就因为所有男人跟她上了床，枪毙了也值。我给你弄点醒酒的去。哎，坐着听我说法。 哎，秋燕，她咋就不喜欢钱呢？啊，女人咋就不喜欢钱呢？啊，脑子有问题，有水。她不是不喜欢钱，她是不喜欢你。不喜欢我？啊，你看看我现在的杂粮师傅啊。 他秋燕，他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？啊，你呀，是一个钻到钱眼里的人。咱俩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。咱俩，那你说，你喜欢我的人还是喜欢我的钱？我喜欢。 你这太狡猾了！你要真能把我娶了呀，你们老惠家呀烧了八辈子高香了。
你看不起我？看不起我是农民是不是？我去给你弄点醒酒的去吧。你给我坐着。长南，现在我要让你喊农民。我告诉你，乔文，你要是不喊，我就把你跟秋燕那样一样休了。你信不信？好，喊喊。不行，声音太小。声音还是太小，大点声！大点声，这服务员和外边的客人就都听见了。爸，我就是要让他们听见，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城里人可以喜欢农民，农民也可以跟城里人做老婆。你有毛病吧你？行不行吧你？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这不是你们家野狗狗，这是东海，是城市，是大城市。农民咋了？农民也是人。谢三儿最近在你那儿干的怎么样？马马虎虎啊。我给这个人打过几次交道，此人心狠手辣，跟他在一起合作，迟早要出大娄子。你眼睛真毒啊！不是我毒，是人家把毒事已经做出来了。是不是上次民工米的事儿，他想把我放翻了？算你聪明，不过我狠狠地把他教训了一顿。林总，哎，谢谢。江湖险恶，生意场上没有亲兄弟啊！你小子一定要提防着点。哎，那个毛演员在你那儿干公关干的怎么样啊？挺好。这个丫头大大咧咧，没心没肺，我喜欢。你不会是看上毛演员了吧？看上又怎么了？啊？说句不好听的啊，林总，你这年龄都可以给毛演员当爸了。我也说句不好听的，人家现在老爷爷娶小女子的都大有人在，怎么，我这老牛就不能吃把嫩草？嗯。哎，出啥事了？摔下来了，摔下来了，顺手从那个脚手架上摔下来了，浑身是血，甚至翻白眼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救护车，我叫了，我叫了。这一惊一乍的，怎么了？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。哟，要紧吗？我现在去工地。顺顺，顺顺，顺顺，拉伞开点，给病人空气。来，快快快，快快，下来下来。喂，怎么了？杨面重，有没有生命危险？从七楼摔下来，伤得这么严重，及时救活了，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呢。你还等什么？赶紧送医院！快快快！来，拿把手，快！哎，医生，医生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那儿有定点医院，那儿有我的好朋友，就不麻烦你们。来来来来，那也不行，人命关键的事，怎么能这样？人命关天的事情，这是我说了算，我们这儿出的事人都朝那儿算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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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小子真是不行，还得送他们医院，他们医院近，抢救及时。哎呀，别要送他们医院了，这以后的医疗保险赔偿，这找谁去啊？你呀，就在那待着，给咱处理这些事情啊。我走了。哎，行了，别去那么多人，走着走着。醒了，顺顺呢？顺顺他，顺顺走了，去哪儿了？死了。你别乱动，我身上有伤呢。没事儿。哎呀，我再养上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。你赶快给我准备3万块钱，干什么干什么？给顺顺赔命，啊，抓紧办啊！这，小玲，王八蛋，打死你！快点，快点，打死你！
顺顺是我工地上的工人，我对不起他呀，我应该早点把工钱给他结了。哥，你别自责了，你不是都给了八万了？八万。 是我们手底楼。